但是我真的很不甘心，我真的觉得就因为生姜，所以就跟我分手吗？所以呢，小鱼我在想，现在笑笑他正在楼下，我想说是不是有机会我还可以挽留他，可以回心转意说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，我去找他看看。笑笑，你还在生气吗？啊，我不想看到。